大家比较也关心的哈，就是我们的基因的定序哈。基因的定序确实是哈 Delta 的变异株，那不过呢，我们也比对了哈，在那个国际航空司的 Delta 跟这个我们这个幼儿园的 Delta 哈有实力的哈，它的在 Delta 的病毒的序列不同哈，那基本上大家可以说这是一个不同的来源的哈群聚哈，不同来源的一个群聚。好，那接下来当然还继续哈在。那个新北这边的疫调哈，在完成以后，那比较能够看得出来它的一个全貌。